我们就要赢得10月24号市长议员里长的选举，好不好？就来推了隶属苏金秋，到对苏金秋，到对苏金秋，到对苏金秋，苏金秋，苏金秋，到对到对。我们就要赢得10月24号市长议员里长的选举，好不好？我一世界行，上山下海，从城市到天下，看到望志心切的市民异口同声，就是讲爱改变啊！新北升格，市民降格了。新北市政府集权集人，所有地方速度做一个慢，我偏乡感受最深，做爱最大。三环三线喊了8年，董卓选举开支票。承诺1年1条，到现在三环三线还是虚线，偌济违例违甲人无法度做生意，偌济车祸因此发生，这是不是有够冤枉？这要不要改变？市长的态度决定城市进步的速度，对不对？